多謝主席。主席，我首先要說，就是剛才我不知道為何梁國雄議員說我不認識中央政策組的職能，因為我今早所說的是說邵善波這個中央政策組的全首席這個負責人是要削減他的開支。我當然我沒有很詳細地去說中央政策組的每一項職能工作，但我相信我在我的發言裏面亦都觸及已經交代得很清楚這件事。我簡單講一次那幾一兩句講完。中央政策組的工作包括從事政策研究啦，編寫每年的施政報告啦，了解分析社情民意，擔任粵港發展策略研究小組工作，以及為策略發展委員會提供秘書處支援。咁呢幾樣呢，每一個都有好詳盡嘅解釋嘅，大家自己上返去中央政策組嗰個網頁，關於我們嗰度，關於中央政策組，就會睇到呢成個過程。我之前嘅論述係唔單止我知道佢嘅工作範圍，知道佢嘅職能，我係覺得佢已經變咗質，係因為呢個邵善波先生的掌管之下變了質這個首席顧問，所以我才提出是要削減他的全年薪酬開支。上一部分呢，還有就是關於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高靜芝的問題呢，我還未處理的，在我這部分我希望梁國雄議員就聽完我關於中央政策組的分析才去批評說我是不認識這個中央政策組的職能。剛才我說的是第723個修正案，就是削減大約相當於中央政策組進行顧問研究項目的全年預算。那我提到呢，就是中央政策組的邵善波呢是奪取了研資局研究資助局的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的審批權，惹來呢是很多教育界學術界的不滿的。當其時呢，他是找一些藉口來批評研資局，說獲資助的學者和相關的決策局呢是缺乏溝通。但是他又忘記了，其實中央政策組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職能呢，就是正正就是要聯繫各個政策局和學者，是中央去聯繫，如果有些政策需要提出研究，他說得很清楚的，中央政策組建立廣泛的社會網絡，這個社會網絡當然是包括跟學術界的網絡關係，在提供政策建議的時候會諮詢各界專家學者，特別是聽取特邀顧問的意見，中央政策組是會根據需要從每年經費中發出撥款，以合約方式從社會上委託專家進行專題研究。這個正正就是跟學界和學術界的溝通，是中央政策組的職能之一，本分之一，是他自己份內事。但是自己份內事做得不夠好，就成為了他奪權的理由，就是說因為學者和各個政策組局的溝通是不好。回顧事態發展，邵善波在操控撥款生殺權之後呢，他被人覺得就是要整治學術界，尤其是大學的民調工作，藉詞為中央政策組的研究是改頭換面，建立獨特的風格，實質呢是將這些研究呢是矮化，是將這些研究呢是操控。就算有些不同的意見呢，都是可能有了篩選，只是變成一個諮詢的服務。原本這些研究資助加上嚴謹的學術規範，一方面是能夠提升學界在公共政策研究的風氣，另一方面是能夠完善政策制定，可以說是相得益彰。但現在中央政策組呢，似乎是希望是獨攬這個大權，不惜將這個良好的機制扭曲成一個我們懷疑是利益輸送的機器，或者是一個權力的工具。大家是有眼所見，亦不用詳述，就是邵善波引入
他曾經自己做總裁的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為民間智庫進行多項研究，而剛才我們講過有很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判了給這個中心做，因此為免助長中策組扭曲研究精神的歪風，這980萬元的中央政策組顧問研究項目的撥款，我是懇請各位委員是刪除，直至中央政策組是去反省它的職能，才再與學術界建立一個真正的合作關係，才可以再考慮去進行這個撥款。接著要處理的就是就總目142，我另一個建議修正案編號是716，這個其實是很多委員都是有提出同一個建議的，這個就是削減總目1421億5,000,000元，我那個就是減少減3,000元而已，1億5,000,000元剩下1,000元，這個對真正的影響不大。同一條削減罕有地有5位議員是提出，5位不是包括黃毓民、黃碧雲、梁國雄、張國柱，他們4位都是提出削1億5,000,000、4,000元，而我提出是削1億5,000,000、3,000元。由此見到呢，長毛在這裡解釋一下你批評我的什麼東西，我要再我講曬呢一部分先再回應你。由此見到呢，這個是一個最辣的修正嚟嘅，差唔多係將成個中央政策組係廢咗武功。咁我諗每個議員佢有唔同嘅原因，但係我諗其中一個原因呢，我而家跟住講呢，就係因為呢這個中央政策組呢其中一個最新最近惹人詬病呢，就終於講到啦，全職顧問高靜芝嘅問題。因為我哋找不出高靜芝這個職位只是削減他這個職位的開支，所以呢就很多議員都唯有找不到那個拉邊，就整隻手斬了他啦，即是邏輯就是這樣。剛才我們說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的張志剛就是自己研究自己，現在這個中央政策組的全職顧問高靜芝呢就變相是自己委任自己的，兩者都是一個很大問題，都是有很大的利益關係。自從政府委任了高靜芝為中央政策全職顧問之後，特首梁振英隨即要求政策局要提交公職人員的委任建議之前，都必須包括高靜芝的意見，都是講得對語言藝術都包裝得幾好。但其實這樣的意思就是變相令到他擁有人事的任命、提名權、複核權，即是掌握了實質的任命權。這個舉動當其時即是爆出來的時候，亦都引起很激烈的爭議，認為呢這是向官員奪取了一個奪權，即是官員提名都不得，要他去複核掌管最後的出閘權。現在我們興亞即是入閘權，就你政府官員可以交來，但是出閘權呢就是高靜芝所掌握的。後來呢更離譜，還有政府更加宣布成立全新的受勳及非官守太平紳士遴選委員會，取代舊有的受勳評審委員會及非官守太平紳士遴選委員會，日後將一併呢向特首推薦受勳和非官守太平紳士的人選。哇，你看看這個高靜芝的權是多大，你們快點想勳章升級呢就要找他吃飯喝茶。但我找來找去，中央政策組的功能呢其實沒有包括這個功能的。咁最離譜呢就是剛才我講嗰個新嗰個委員會啦，這個委員會新增其中一個委員就是中央政策組顧問三，亦即是呢中央政策組顧問三的高靜芝。即是他一方面呢就掌握公職人員的任命權，另一方面呢他自己又被委任為這個新委員會的委員。換言之呢
是否即是自己委任自己呢？即是自己交個名上去自己批翻呢？當中亦都是牽涉了嚴重的利益關係。那個問題是什麼呢？主席，就是當如果阿高女士有這個權的時候呢，其他委員就會覺得哇，我有得撈都是靠她給我出閘而已，那她的意見是否最重要的意見呢？你敢不敢頂撞這個給你出閘的高級委員呢？根據中策組的網頁，中策組的工作剛才我讀過那些很簡單讀過了，為什麼會加了這項推薦勳章人選和太平紳士的呢？那會不會這個就成為了，大家知道這個叫即涼粉和什麼分頂仔啊，那些我不說了，偏幫政府，就算萬一有什麼漏網之魚呢，即是局長不生性，即不是正牌涼粉，提名了一些頂心撐入去這些所謂的諮詢架構裏面呢，都會是被篩走呢？所以這個才是嚴重的一個篩選情況。主席，其實中央政策組呢已經變了一個大怪獸。你上去中央政策組的網頁，大家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會去真的那麼仔細去研究它講出來的職能成千字這樣，但是它是不需要問責的，我們沒有一個沒有把尺去量度它衡工量值它的成果是怎樣的。我相信審計署要動中央政策組呢都是比較艱難一些。所以咁啦，即係我唔知覺得拉係拉定係腫瘤啊，良性惡性大家可以辯論嘅，其實如果你哋即係起身可以講嘅，要有一位中策組嘅顧問掌握所有公職人員嘅任命，繼而由呢一位掌握生殺大權嘅人自己委任自己，咁樣呢呢頭怪物呢，我覺得呢就係危害香港。所以懇請各位支持修正案裏面最辣的部分，即是你喜歡不喜歡支持所謂拉布議員，你可以支持民主黨的黃碧雲或者是工黨的張國柱的715動議715的修正案，其實大家的主題都是一樣，削減大約相當於中央政策組全年預算運作開支1億5400萬。本人謹此陳辭。